润子，哎，挑这么多手镯干嘛呀？马上生活节日要到了，五一放假了，都是放假，放假好好干活，努力搬砖啊！除了劳动节还有啥呢？五四青年节。再猜，还有什么节？还有一个五月十二母亲节。哦，母亲节，母亲节一定要给妈妈准备一张。最近的话，咱们也有很多粉丝宝宝在后台留言说，润子能不能挑一些妈妈适合戴的手镯？今天的话，润子特意来工厂里面给你们安排了这么多。润子的话，现在在给你们精挑细选的美镯姐买。关键是这一次的话，有很多的新货，特意给你们准备了啊，给你们看啊，姐姐们，母亲节啊。再提醒一下个别少数的宝宝，像我们家四一小哥都真的是完全忘记这个节日了。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细心的，就是粉丝，他们都会提前来说，哎，润子，母亲节到了，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一些福利款的手镯呀，或者一些别的挂件？要手镯的姐妹呢，还真的非常的多，所以我这一次特意跑了一场工厂，那边的一堆全都是我挑出来的，品质的话都是非常到位的。像这一次的手镯的话，会比我。签署，但是它的品质是非常在线的，白底青的，肉质非常细腻，很干净。像你们拿回去送给妈妈呀，我觉得像这些手镯是完全不挑人的，干净清爽，而且没有纹理。我在打着手电筒给你们一只一只的挑。其实买手镯的话，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你们不知道圈口怎么去量，量你们手掌最宽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你们告诉给我，我就能告诉你们相应戴多大的圈口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知道妈妈的这里是多大的话，你们可以告诉给我他的身高与体重，我也是一样的能把圈口反馈给你们啊。然后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我这次的新货啊，质地的话也是你们特别喜欢的。其实不管是给妈妈戴还是就是说送给老婆呀，我觉得就是都是挑一些百看耐看款。像这种的话，以后如果你们不想戴的话，还可以留给自己的子女哦。这个是55的，哇，这是超好看，肉质细细的。这边是我挑的哦，还有你们特别喜欢的圆条白底青，肉质也是很细腻很干净，简单的轻松款，百看不厌。其实手镯的话，真的人的一生之中必须要怎么都安排一条的。像很多宝宝都说，哎呀，润子啊，这个手镯夏天戴着的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很安静很舒服，而且又给人的感觉是很好看的那种，就是简单的穿件小 T 恤啊什么之类的搭配一下，它都是百搭款。手镯它一点都不挑衣服，也不挑年龄，而且还可以传承。还有像这些的话是圆条，也是带点质地，然后飘了一些色啊。圆条的话，这只肉质也是很细腻、很干净的，很好看。透圆条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只是十加的厚度，然后宽度的话，这只是56.6的啊。那边那一堆全都是我挑出来放漏的，然后这一些的话，它价格的话会上来一点点，但是的话性价比整体的话都是非常高的。像我们家姐姐的话，有很多宝宝都会很喜欢这种紫色的，你看一下，建工不死的肉。这种的话，你说拿去送妈妈、送长辈，它不适合吗？香得很，比你们送啥都合适，我觉得好看。还有这些，你看看这次的手镯的话，有一些贵妃呀，这只肉质很细腻，带着那些小麻花寸，好看的不灵不灵的。啊，这些手镯真的就是好看，我都很喜欢啊。主要是他们家的价格还比较亲民，你看像这些的话，他们都是好几条一起出的，一手一手的话价格会比较便宜的。你看看像这些白底青牛奶底啊，然后这里的话带着一抹洋芋脆，好好看。好了，再给你们欣赏一下这边的吧，我要一一的给你们挑，争取的话在母亲节前给你们人手安排一只。这只的话也是一只冰透的手镯，它这只的话是一只贵妃，这一只的话它是稍微带了一丢丢的小紫色，很好看，很干净清爽的感觉。然后还有像我们这边啊，这些都是还是认真正在准备即将要挑的一些货。还有兰花翠的也是你们要求比较多的啊，这种的话它的颜色就是会稍微浓一点，但是的话就是有的姐姐她会很喜欢那种水墨画的那种感觉，很好看。其实它主要是看它的料子的整体细腻度，还有就是它的冰感跟宽度厚度啊，关键是看看你们能不能戴哦。好啦，再给你们挑一挑这些好看的美镯，这个是挑花的。哎呀，手镯可真多啊。哦，还有你们最爱的，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一只，我的天哪，
也是带紫底的，它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春彩色，好美啊！给你们看看，姐姐们是不是不灵不灵，很好看。这一次啊，白的、绿的、紫的、红的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春彩色的啊，你们想要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告诉给润子，无论是贵妃还是正圈还是细条，应有尽有。然后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圈口留下来，告诉给润子即可。润子来给你们慢慢的挑，手镯还很多，这个是一只53的，超好看的。这只的话是上两天他们要推出的新货，你看看这只超级无敌美。这边少了一点点的小污渍，但是整体很好看，这只超美。好了，今天的话我就先给你们录到这里吧。然后的话，润子先给你们挑手镯，你们想要多大的圈口的话，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告诉给润子。从几百的到几千的、几万的、几十万的，应有尽有，只要你们打出来告诉给润子，通通的给你们安排上。还有像这只哇，超甜呀、啊。